面膜丝袜真的是如肌肤般的弹嫩润滑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恩，一颗虎牙的主播虎牙可。那大家有听说过面膜丝袜吗？那这个名字呢，我是被它的名字所吸引的。面膜袜，它的这个介绍呢，就是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弹嫩润滑。噔噔噔。就是这一款，那它我买的呢是一个这种天蓝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它是很给人一种很清澈很干净的那种类型，那我觉得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比较符合它形容那样，弹嫩润滑，是不是就给人一种很清新的那种感觉。那不过呢，我们呢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细节吧。那细节呢，我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手感如何。手感呢，我刚才试过了，也是非常好的。因为我们呢可以来看一下袜子的这个表面，它的这个表面呢是非常的细腻的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勾丝或者是毛躁的这个现象。很毛躁的那种现象哦。那这个袜子的是一个一线款的，薄度呢是一个零滴的一个薄度，我觉得只有零滴的薄度呢，我觉得才能够达到它的那种弹嫩润滑的一个效果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那来看一下上身展示，上腿呢大家应该看不出，这款还是刚才的那个颜色吧。没错，它的确是刚才的那款天蓝色，但是呢颜色就会弱化掉很多哦，这样看起来的话是很自然的。那我觉得出门穿它完全也是可以的，它可能只是在某种特定的光线下才会有点微微泛蓝的感觉。那我相信呢，大家每每看到这种颜色的袜子，心中都会有所顾虑哦，就会觉得这种颜色太不自然了，出门穿肯定贼难看。那我之前呢也是跟大家同样的顾虑哈，但是我经过这么多期的测评以来呢，我发现，我们呢不能一概而论，我觉得，也针对于像今天给大家测评的这款颜色，基本上就过渡到很自然了，看到没有？像那种。蓝色基本上是看不见的，所以说出门穿绝对是没有问题啦。那今天的给大家分享的这款天蓝色的袜子，那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哦。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，有喜欢可可视频的别忘了。